获奖的毕业生上台授奖。这个奖项。
前全力的帮助协助，谢谢你们。
项由福华建设公司总义工得奖的有。首先，我们来欢迎我们颁奖的人是本校的家长会会长黄波峰黄会长，为我们担任颁奖人。让我们掌声欢迎颁奖人。福华奖学金得奖的有个一班许纯义、吴仲云、吴小鹏，六年二班陈庭宇、肖允轩、郭义祥，六年三班戴思德、董成汉、张雅成，六年四班吴新慈、王俊祥、苏伯伦，六年五班李宗锦、刘俊佑、李怡安，六年六班宋乔林、吴佩宇、吕念恩，六年七班张弘毅、谢义成、涂文琪，请获奖的毕业生上台授奖。经由他的掌声来鼓励他们，因为他们每一步是走得如此辛苦。